今天的话是第七次上课了哈，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前几次上课一到六啊，这边上面都有，所以有些部分的话呢，其实都是互相有关联性的，所以哦，回去的话呢，有时间哦，尽量还是稍微多多练习一下，因为有些东西你前面如果不熟的话，后面呢当然会更有问题啊，比如说像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讲到有关那个，就是这个。数学跟统计类的函数，那比如说像那个三米普函数哦，那三米普其实当然跟康米普有点类似啦，就是说后面会多一个条件，有没有 criteria？ 所以基本上这个重点应该是放在这个 if 上面哦。那这个 criteria 里面的话呢，哦，当然我们就可以给什么，你也许可以给一个文字，要比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给什么，给一个大于等于，如果是数字的话，后面加一个数字哦，你可以去比较哦。那我们还有讲到，就是如果说你是文字的话呢，可以配合所有的万用字元，有没有？后面的话你可以加星号或者问号，哦，然后呢去抓什么呢？抓什么产线人员？比如说像产线的话，后面哦，那一二三四不知道多少哈，哦，那你可以利用一个万用字元一个星号就可以抓到我们要的资料。如果不知道用这个方法的话，当然你哦要查资料就会有问题。另外的话，其实也可以利用那个 VBA 来做计算，哦，那至于 VBA 怎么计算，基本上哦，逻辑很简单啦，基本上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类似这样用，就是跑一个回圈，那你给它范围，那范围的话有没有？再来的话，你可以找什么？找那个你要找的资料，如果那个条件为 true 啊，那什么条件？比如说开头是产线，所以你可以开头是 left 那个资料给它，啊，逗点二如果等于产线的话。那就帮我怎么样把那个同一列的 C 栏哦，这个好像 C 栏，然后把资料给加在一起。所以这边的话会有需要知道一个概念，就是那个如何把那个资料哦放在一个变数里面累加的动作哦。OK， 所以哦这个部分的话是上个礼拜的重点哦，因为那个资料的累加部分哦，如果你对那个资料累加假设不太熟悉的话，其实可以查一下啦，云端白板上面其实都有哦，可以。在这个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007有没有哈？它其实最大的重点就是这个，如果资料累加的话，其实呢，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哦，多增加一个什么？多增加一个这个sum 有没有？那这个 sum 其实就是把它累加的话，就是把它自己加上预设是里面是没有资料的，那把那个找到的资料把它加起来放在前面。然后下一个，如果又找到了，那就再加起来，有没有累加？最后把这个最后的结果输出到某一个储存格了。所以其实它的那个资料的那个运行哦，是把后面的东西放在前面哦。像这边也是把后面资料放在前面。OK， 所以如果你慢慢哦能够习惯哦，并且了解哦，而且熟悉这种语法的话，那你会发现哦，很多地方很快就可以写出来，后面的资料放到前面去。所以其实这个等号哦，你不要用那个以前的数学那个概念来理解。这个等号的话，意思应该是说把后面的运算结果放到前面的这个变数帮我存在这里面的意思。算完存在前面，那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变数里面的资料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哦，大概是这样哦。所以如果这个概念有的话哦，那应该理论上哦就可以把你想做的这个结果哦很快可以做出来。哦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其他还有像康以福哦，那我们有用的两个范例啊，一个是黑名单筛选，哦，那黑名单筛选的话，基本上哦，这个康以福非常好用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要比较什么不同范围到底哦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找出不一样的哦，康以福这个还蛮方便的，因为其实有时候哦。解决一个问题，不见得说一定要写程式啦，因为写程式我发现，当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够马上这么快上手，所以啊，你可以啊按切断吧。第一个，至少你 Excel 的函数一定要熟悉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第二个的话，你可能就要慢慢哦，如果你熟悉之后，你还要想要加快那个工作效率的话，或许慢慢再加上程式的部分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授课方式啦，所以。前面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说，后面的 VBA 如果不太行的话，没关系，云端上其实都有答案的。那我是建议回去哈，可以怎么样？可以自己重打一遍啦，哦，比如说当然开最好是从头到尾都自己打。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可以自己打得出来的话，我想哦，以后的话你工作上面你也可以很顺手的，就可以把你要
做的那个程式很快可以把它写出来。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乐透台的中奖几率 ，OK 哈、哦，那还有怎么样把它转换成 VBA 啦 ？OK， 这个部分的话，云端上其实也有对应的那个我们这个参考的答案在这里。OK， 那我是有，把它切割哈，反正这个完整画面大概就分成三个部分哦。总共第一个是上面部分是把这边的公式哈、哦、全部都输出到 B C D E 这边。那输出的话呢，你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我程式里面有讲过，你可以用定义名称的。如果用定义名称的好处就是说，以后你程式就是直接把公式贴上去，一个字都不用改。OK 哈、哦，这个上礼拜有相对应的程式吧，所以你会发现啊、哦，在那个我们的程式里面的话，像这边这个乐透彩的程式啊、哦，那里面你会发现哦，后面这个程式实际上就是你之前做的，那只是说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个定义名称部分哦。OK 哈、哦，啊如果细节假如说有点还是不太熟啊，可能回去再复习一下吧哈、哦。影片上面其实都有，所以我就不重讲了哈、哦。啊，其他的话还有底色变成黄色，底色在这个嘛 ，Intel color 等于黄色，好不好？啊，如果清除的话，这个应该还记得吧？把它改成 Excel none， 哦，把它清除。啊，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呢？那个前七名部分，哦，啊，前七名呢，如果你还要按照什么，按照那个顺序1234567排的话，那你其实可能还再加一个 for 回圈吧，哦，先产生一，然后把资料放在这个地方，啊、哦，把第一名的先抓出来，再抓第二名，再抓第三名，再抓第四名。OK 啊，不过按照那个123这个顺序排名的部分哈、啊，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不过程式我把它写放在这里啦，所以回去的话，最好还是做一遍嘛。如果你回去，假如说那个排序部分哦、啊，很快可以把程式写出来的话，那表示应该是了解了啊。那这边的话呢，程式大概是就放在这里，回去可以再把它重新的参考一下。啊，其实你会发现哦，写来写去哦，要不就是有 for 回圈 ，for next 里面的话是一个if 的逻辑判断，做什么事情写在这里 ，OK。然后呢，如果找到就把资料放过去，好，然后呢 k 等于 k 加一，大概是这样啊。以后其实还蛮多地方哦，你要撰写程式哦，都可以拿这个当范本。好啊，我是有加注解啦，但你注解这个拿掉的话，其实就我们上个礼拜写的部分哦。OK， 那大概重点回顾一下，因为哦这些程式为什么要特别还要讲？因为后面都会用到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大概以后遇到的逻辑很多都相似。OK， 好啊，如果说假设哦，你要遇到类似的状况，其实你可以拿这个程式拿来当一个范本，稍微修改一下哦，很多地方哦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哦。OK， 什么地方哦？比如说哦，我们后面其实还有蛮多道，我们来看一下检视与参照。一般的话可以用 view 函数，不过有一些地方是没办法用 view 函数哦。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哦，其实哦，有些时候用 VBA 来做，有时候甚至比较快哦。不然的话，你可能也是这样，你的公式会非常冗长哦，这个可能要特别的小心。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那个检视与参照的范例题，然后开启那个检视与参照这个函数练习啊，哈，这第二个档啊，然后开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先大家来了解一下哈。首先的话，请各位哈把它打开之后切到第一个工作表 ，OK。那其实简单讲啊，就什么叫检视啊？它这个是一个翻译问题。检视的话，其实我的理解应该叫查询吧，它其实就是查询的意思吧。可是它为什么翻译成检视哦？可能是跟那个什么，这个英文单字叫 look up， 是不是 ？look up， 它把它翻译成检视。可是 look up 其实啊、哦，你也可以翻译成查询嘛，意思就是说呢，我要查什么东西嘛，那我给你一个条件，我要查什么，啊，你去哪个地方找，找到之后回来给我就好了，就大概这样子。啊，有点像是资料库嘛，哈，所以哦，这个概念哦，你们切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哦 ，F 栏哦是一个分水岭，左边的部分的话呢是资料，有点像这样，这有点像资料表一样，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大致上就长这样子，一定会有个栏位名称，然后呢，一定大部分前面都第一栏一定都是编号，后面的话就是放它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借由所谓的关联式的关联的方式 relation 哦，所以啊，现在资料库都是叫关联式资料库，有没有？那什么叫关联？就是你只要知道编号，你就可以把它其他资料都找到。所以以后的话，你记录到总表的时候啊，你只要放个编号就好了。那其他资料怎么找？哎，就把编号打上去嘛，那它的其他资料就查出来了嘛，对不对哈？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总表哈，就不用记录很冗长的资料，也就不会浪费那个空间了，对不对？第一个不浪费空间，第二个的话，因为你不浪费空间哦，所以查询的速度也会飞快，啪一下就 OK 了。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把这些包含编号还有其他资料都放在总表里面，哇，你会发现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拖，就是资料会一直膨胀，一直膨胀，一直膨胀，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哦，那效率就不彰了啦。OK， 所以通常是这样，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你必须什么，给你编号，你要自己去把其他东西查出来。OK， 哦，那、啊、目前现在运用蛮广泛的、啊，举凡说你去那个什么，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有没有？那它其实不是用条码扫一下的，它其实条码扫有点像就是输入编号了、啊。只是要把那个编号变成一个条码，所以那个条码其实就很多数字的那个怎么样？它的那个宽度是多少，它就是哪个数字就对了。它、啊、只是说，因为它用个那个扫描扫一下 ，OK 哈、哦，那一维二维条码都可以更复杂啊、哦。所以扫完之后呢，它就自动带出那个商品编号的价格，有没有？然后价格的话就是哦，这个多少钱？所以你会发现一 B 上面不是会显示说哦，这个商品，它的价格，然后商品名称，然后甚至有没有特价啦、啊、等等的，有没有相关讯息啊？就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就哔哔哔啊，自动帮你做加总嘛啊。最后如果你用什么东西付钱之后，它就记录下来。所以其实现在我便利商店很方便，它结账的时候一按，那个报表就出来了嘛，你也不用今天的营业额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哈 ？OK， 而且每个商品哪些商品热卖嘛，月报表、季报表马上就知道哪个商品最热卖。所以以前人家说那个便利商店很贼一点，就比如说你那个东西很热卖，对不对？他就自己推出一个，有没有跟那个东西很一样的，但是它是它的自有品牌，然后大概便宜一块钱就好了。比如说水有没有？人家明明卖20块，他就卖19块、18块，对不对？哎，他也可以算有点像什么，算趁人家的热度就对了。OK 哦，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今天呢想要。左边部分就查，所以右边是查询，左边的话资料来源，也就如果今天呢，我希望哈、哦、输入一个编号，有没有005，自动帮我把这个的后面四个资料怎么样，帮我把它查到这边来，但是查过来的话呢，本来是横向的，要必须变成纵向的话，那我该怎么做？哦啊，当然呢做法哦，不外乎就是说我们用一些函数来完成啦，当然。用的函数可以用哪一些？其实插入函数的话，你会发现哦，在检视与参照里面呢，其实这里面很多都可以完成，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 index 可不可以？可以。indirect 可不可以？可以。lookup 可不可以？可以。offset 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哦，很多都可以哦。只是说呢，你要想说哇，真的每个都可以，但是哪一个比较简单呢、啊？哦，不过后来发现哦，其实用什么 view 函数哦。应该是最简单的，所以哦，你会发现现在哈、哦、查询资料的时候啊，用那个 view 函数的机会是最高的。OK，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最简单，但是其实它简单吗？你按个确定哦，它一样会问你四个问题，光这四个问题哦，你就必须要知道前面到底它问你四个问题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哈、哦，那以后你用 view 函数应该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哦，这第一个。但是第二个的话呢，以后如果你要查资料，请特别注意哦。这个 view 函数有一些限制哦，什么限制？第一个，他问你问题说，哎，你要查什么编号 ？OK， 那编号是几号？ 005， 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跟他讲说，哦，你也帮我查一下那个这个005的编号。OK， 我编号给你了哦。哦，第一个，那你会发现他带过来哦，因为他005嘛，所以他是个文字。所以如果你这边编号是数字的话哦，两边如果形态不一样会找不到哦，可能要注意一下哦。OK 哦，那第二个的话 ，table array，table array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范围在哪里 ？table 嘛哦，表格 ，array 的话是阵列，哎，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表格啊，我的表格哦，特别注意哦，从这个表哦，也就是你要查的资料范围，特别注意哦，请你选的时候注意一下哦，
选的时候理论上哦，不要选到 A2， 从 A3 开始一直选，选到110的范围。OK 哈、哦，选完之后的话呢哈、哦，这个是第二个 OK 哈、哦，好，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那个A2 不要选进来？其实主要原因啦、啊，因为意思说你005要去哪个范围帮你找啊？这个对啊，这个 A2 里面根本没有那个没有你要找的东西嘛，那你选它干嘛？不过啦，就跟各位讲一下，即便你选进来也不会错啦，为什么？因为顶多只是说多找一次而已，但是并不会影响最后查询结果。所以有些书里面哈、哦、会把那个 A2 也选进来，不过我觉得啦，以那个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对的。应该是只要选到 A3 开始就可以、哦、那特别注意哦，他意思是说把005去哪边找。那另外有一点特点哦，这个 VLOOK 函数哦，只会查的一定是第一栏，也就是说你的编号一定要在第一栏。如果你的编号假如说不在第一栏的话，跟各位讲、啊、这个不 OK， 不行 哦，一定要在第一栏哦。如果你的像之前有同学说，老师可是我不想要查编号，我想要查姓名的话。OK， 我跟各位讲哦，如果以这一题来看的话，因为你的姓名不在第一栏，所以呢，哈，除非说你要把什么呢，姓名搬到第一栏，否则没有办法这样查。OK， 哦，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哦 ，VLOOK 函数通常哈会是查什么有编号的资料，如果不是编号，那有时候不能查，那怎么办？你可能要想其他办法，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index 加 match。哦 ，index 函，刚刚看到 index 加 match 函数，这个有时候可以这样用哈、哦。那或者是说其他啦，甚至不然你写 VBA 也可以啦 ，VBA 绝对没问题哈、哦。然后再来的话呢，第三个是，那你查完之后的话，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帮我取回来啊 ？OK， 所以取回来的资料，这是第一栏，一定是啊、哦、查第一栏。那你要取回来的那一栏是哪一栏？那、啊、第二，我要姓名嘛，所以它在第二栏，所以记得这边输入2。好，那第三个问题是说，range lookup， 意思说，那你是不是要找一模一样的资料啊？还是要找大约接近就好了？哎，那我如果我要找完全一样的话，这边输入2哈、哦，找完全一样的资料的话啊，记得哦，请你选择，输入0就可以，或者打一个 false 也可以啦。他其实说要不要找接近，什么意思？意思说如果你没有005的话啊，如果里面呢、啊、刚好编号跳过005的话，那他会帮你找004。OK， 哈，意思是说还往下找哦，小于它的哦，它不会往上找，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往下找，比它小的 ，OK 哈，好，按个确定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啊，刘鸿钧就 OK 了，哎，出现了，哦，那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呢，我希望把其他的栏也通通抓过来放在下面的话，哎，那当然以前的做法这样啦，其实哦，你可以怎么样，把这边呢复制一下，有没有取消，贴到这边一下，贴上。那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了，改哪里？其实把2怎么样，改成3就好了，有没有？打个勾，哎，出来了，有没有？哎，刘鸿钧这个，那再下来的话呢，再把它贴上，然后改成4 ，OK， 打个勾，有没有？就又来了，第7，那这边也是一样。不过哦，跟各位讲一下，那刚才有同学说，老师这个地方哦，如果234啊，这5了哈、哦。那可是如果说今天呢，假如啊这个把它置中一下，然后啊把它排在中间，看起来比较整齐。那你想说，老师那可是如果我这个栏现在很多栏哎，可能不止像现在才四个栏，还蛮简单，贴个三次就好了。可是如果今天有十几二十栏啊，栏数非常多的话，那我岂不是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对，那、啊、有没有什么方式哦，可以不需要贴，可以不需要贴，然后呢可以怎么样？在这边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向下填满呢，它就可以自动全部把其他的栏给抓回来了。哎，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哦，当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哦，它自动在产生2这个数字，下一个的话就变成第3、第4、第5。哎，这样的话不就？可是呢，要怎么做哦？其实你们可以在旁边练习一下，插入函数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叫做参照函数，刚刚是检视嘛，哈，参照什么参照函数呢？其实你可以参照到列，参照到列，为什么参照到列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因为哈、哦、这个弱函数呢，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列，那也就是说你按确定的话，哈，你会发现哦，
什么参数都不加，向下填满，它会产生什么？哎，四五六七。那如果说我今天刚好需要什么二三四五的话，那我只要什么把这个弱怎么样减掉多少？减二不就好了？有没有向下填满？哎，二三四五就出来了。所以哦，如果我假设啦，我刚刚不用贴的，贴的没效率，对不对？我希望怎么样？可以哦，向下一次 OK 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在这边有没有？我再把游标放这边，插入函数啊，跳起来，这样看比较清楚啊。那我可以把这边加一个什么了？叫 row 哦，所以你自己打了，其实 R W 小括弧哈，因为不用加参数，减掉2就好了。意思就是把刚刚那个公式放到这里来，好。但是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了，所以哦，你可以把这边记得A 3加一个前的符号 ，E 10加一个前的符号 ，H 3 H 也要加一个，因为你向下填满嘛，你如果没有加的话，会自己加一啦，列号都会加一哦，向下填满，列号一律加一，向右填满，栏号自动加一 ，OK， 这个是规则哦 ，OK， 按确定就可以了。所以哦，你会发现哦，我如果把刚刚的2哦。改成 row 减二哦，意思我参照到我现在这个储存格所在的列位置是4减掉2刚好2下一个刚好345 OK， 那如果这样按确定哦，你会发现向下填满，刚刚的东西呢也就一次 OK 啦，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一招还蛮管用的，以后蛮多地方哦，如果说你假设哈，想到就是说向下拉要自动加一号的话。那你可以哈，哎，把它怎么样用 row 这个函数。那如果向右拉哈加一的话，你就要把它改成什么？其实可以转一下嘛，叫 column，C O L U M M， 有没有向右拉？有没有这边的话，比如说你要向右拉哈多一个的话，你可以这边插入函数嘛，哎 ，C 这个没有加 S 这 column 有没有？确定？它现在 I 是地球，所以你向右的话哈，有没有？啊，如果你要把它改成2的话减7嘛齁，如果假设这样打勾按向右的话，这样就有了，有没有234 OK 齁，那也就是说啊，如果你现在齁只要向右拉了，反正它就是参照到你在哪一栏，那它不会管说你是哪一列哦，所以就说你向右嘛，你再向下齁，你会发现哦，它只会显示栏啊，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如果你把它向右拉的话，它还是一样，有没有，它还是一样，因为它只会参，所以 row 这个函数哦，只会管你在哪一列 ；column 的话呢，只会管你在哪一栏。啊，这两个函数很重要哦，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的话，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哦。OK， 所以很多地方的话，透过它哦，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哦。哦，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把这边的话呢，哈，试着利用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哈，查这个范围，然后利用什么？利用 view 函数。好，啊，顺便了解一下 row 跟 column 两个函数，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可以试一下。